我让你们老让我上当啊，让我上，老跟我演戏，我也演你们一把，老跟我在这演戏，我也演他们一把。感觉多兰剑可能好一点，一级直接学 Q，但凯南也有可能学 E，这也说不准儿。OMG 上单啊！啊，OMG 招人儿。你看，凯南一般一级都是学 E，然后他学 E 呢，我们如果学 Q，然后带多兰剑就会有点吃亏，所以多兰盾是能回复血量的，挺好，直接吃个药。拉倒，这不行了。我就不让你 A 出来，我指定不让你 A，我把线给他一推，挺讨厌的。溜了，来卡兵线来，我看你卡不卡得住。回家吧，回家感觉应该是最好的办法。不过不回其实也可以。这回再回家吧，回家是最好的礼物。来个这个，我在想着武器大师，你说打着凯南要不要出那个？要不要出破败呀？我这，哎，我去回去上路啦，血赚。凯南血亏。我的补刀也不错啊，这凯南27刀，我们29刀，还这么多兵没吃着呢。凯南气哭了，凯南前期确实没啥用啊，他不到6，他能有什么用？这英雄。
这修钢。哎呦我操！抓我！回家！这玩意儿呢，我就寻思怎么跳不了了呢？水银鞋，水银鞋没用啊，这把呀。Nice 啊！这也能打着我？没用的呀，兄弟们，这一波为啥死呢？因为我大意了。我不知道凯南的大招他能好的这么快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凯南的大招多少秒吸地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내가상대하지这玩意儿就挺烦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上去晕他一套，他就晕你，然后就开始跑，挺讨厌。要越塔了，来。是啊，哎呦我这球女玩的厉害啊！是不是塔皮？要光了。这个传送留着啊。
水什么人鞋呀？我没有鞋，我点的神奇之鞋。神奇不？神奇吧？伤害有点低呀，这大不了我特意等了个耀光没拍死，果然不足 W 的伤害是有点低的。足 W 吧，要不然伤害太低了，足 Q 就是很灵活。还行，打死了，不动了。打死他，他没闪，漂亮，漂亮，兄弟们，是个杨梅。亏个一百来块钱，换个三项，可以吧？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。준비해보아라。这波啊，这波打个红，然后把凯南杀了，我们立大功，好吧，立一波功。当然别掉太多血，学个 Q 五级的 Q。 哎，为啥他跑这么快呀，我的个妈呀，我操了，他跑的也太快了。果然还是需要一个水银孩呀。你以为？哼，投降了，心态爆炸了，哎呀！